去。跟我进。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怕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什么玩意儿了呢？这 ADC 杀呀！哎，这三人打人好疼！哎呦我操，亡灵战神，果然是死了再狠呢！我这三人一级也太狠了，这给我一顿锤呀！这给我锤完了，锤的杀错人了，这赛人确实不应该杀的，这赛人一级锤人太狠了。这咋还亏了呢？我们先杀一个还亏了，五打四先杀一个还亏了，我的天哪！咋了？哎，一刀走了，我可两瓶药啊，兄弟！哎，没 A 到这一刀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中？哎，为什么我攻速比他慢啊？这一刀没出来，天哪！我不服。选择你自己的路。没带攻速，确实应该。带点欢心的啊，确实应该带点欢心的。不过我们韧性后期厉害吧，无所谓了。嗯。慢慢来吧。还是着急了，你知道吧？跟着那鱼打不需要着急的。我们多兰顿配上两瓶药，耗都耗死的。不要着急。慢慢跟他玩儿，哎呦我操，不行了，这得闪了呀。好的兄弟，好哈子。吐了。还行。干哈去了这？掉线了。没掉线，吓我一跳，我现在掉线了呢。啊，这瑞文应该出什么呢？
斗志还没有失去。咳血战斧吧。嗯，木印呢？咳血战斧木印选一个吧，因为他得要技能极速啊，这种英雄得要技能极速，没有技能极速他玩不了。像这种护甲穿透的这些东西没有用。E好的越快，我们越猛。这是怎么晕着我的？我操！老鳄鱼不太好打了，这波塔下死了就不好打了，没升六啊，差一点点。这有点磕我呀，我发现这鳄鱼打着绿纹太他妈磕了，这不好打，被扛特了。嗯，三波兵，按错了，把眼儿给摁出来了，我就不用大招甩他了，万一他有个闪现呀。咳血战斧好一点，我觉得又又攻速真慢呢，走回家还行，上边把他杀了啊。铁刺鞭，铁板鞋，精神病还铁板鞋。这波我决定把这瞎子的红啊给拿一手，反正他也在下路干呢，所以呢我们先把这红拿了。拿完以后看看能不能把这鳄鱼给杀了。我的天，干哈呢老弟，生气了看着没，我们就得这样玩他，你知道呗，一下也别让他碰着我们，然后他就会生气上头，怒气就起来了，玩他。哎，回家了，咳血战斧了吗？差一点钱。回家吧，我估计这波他马上出来了。往日的负担。哎，这鳄鱼人咋没了呢？挂机了。
哎，我发现这个铁刺鞭呢，不能在 Q 的途中放。小心鳄鱼啊！没挂机，那就是等钱去了。上边他点烟没交，这个鳄鱼的大招肯定没有我们大招好的快，这是百分之百的。这波要能跟他干就跟他干，为了那些已经迷失的人。为什么他的大招好的比我的大招快呢？这不应该呀！我技能极速28，其实按道理来讲，我们应该大招比他好的会快很多呀。这确实不应该啊！我大招早点开，他就一跑了。他刚才一没交，你没看见吗？人家也不是傻子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他一没教我怎么可能开大呢？我又没有跟他近身的那个技能。这波确实有点难受，这不应该啊。和血战术，哎呦我操，反应可血，哎呀这没死，拜拜。哎我又下来了，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，有来有回呀、啊！我们这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，什么玩意儿了？拜拜！没想到吧，偷袭！怎样的战斗？还星石鳄鱼？哎呀，你吃粑粑还星石？不讲武德，没错，我就是200来斤的英国大理石。这不用回家，我们再推一波。这鳄鱼都不来。太僵硬了，这瑞文
这瑞文这英雄有点僵硬啊，我说实话。第二件装备黑切，不好，我觉得黑切不好，没有用黑切，我死亡之舞吧。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九头蛇可以，但是得等我死亡之舞出完的。选择你自己的路。天哪，差点让他把我打死了。秀啊，老讷鱼，这要不是我十二级你就把我杀了，我这一看呢。看见我打蓝 buff 的技巧没？啊，看不着。我打蓝 buff 的技巧就是与鳄鱼对线的技巧。不一样，死亡之舞了。无敌了。往日的负担。冰女在哪儿？找到她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哎，英国大力石来了！来，踩住 AQ 一过来 AQA 踩，和血战斧失败。哎呀！这人怎么回事？又封一个？老司机犯病了呀，吵架了，可能是吵架了。我感觉呀，这个金克斯我只需要一秒我就能杀他，真的只需要一秒。先踩一脚 A 可血战斧，先走别急啊， Q 一下，一 R 两下，三下 Q 踩住，一个点炎接个甩，怎么抢人头呢？我正在表演如何一秒杀金克斯，为什么抢人头？回家了。我已经流浪如此之久，
谢谢兄弟啊，谢谢朋友们，我来了。啊，卡莎死了。大招冷却时间好慢啊！杀我，开玩喜一般。好勾，踩 AQQAEQA 可血战斧。为什么带加速的呀？啊，死亡之斧加速。你们刚才知道我在干嘛吗？我在学飞科。Oh my god！ 给我吸个血。飞克那万豪啊，昨天就这样式的。那万豪。快跑兄弟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哎呀，我有点飞客的意思了啊！全部上当，扰乱他们的心智，来给我咳血。飞客人称小蓝莲汉。那打直播不吹牛逼干嘛呢？真是的，直播不就是吹牛逼来了？真是的，你们就当我放屁行不行？每天我们就在这放屁。老鳄鱼，可血战斧。干哈呢？可血战斧，走，别急。踩赛恩不走了，上头了。鳄鱼呢？可血战斧，就你会穿墙啊？给我踩！哎，上当了。
哎呀，动我！兄弟们，我不行了，这咋这么痛呢？不应该呀！啊，5000块了，回去买装备，买装备吧。九头蛇，九头蛇，这绿纹现在出啥呢？蟹手。这鳄鱼好像死不了啊，有吸血的。我故意操盘，操啥盘呢？你那意思是 MVP 我拿不到呗？我本来也拿不到啊，那结18-2我拿个屁呀、啊！操啥盘了？还有就是没跟你说别老说操盘吗？很讨人厌的，你知道吗？伤人的心。杀鳄鱼，哎，和谐战斧，不行啊，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